沙田昨日凌晨发生短命交通意外，一架红的和一架货车相撞，造成两死三伤，其中伤重死亡30岁姓梁的的士女乘客，而为商台 DJ 薛俊玲阿玲的女友。阿玲今日凌晨5点也都有在社交网络出 post 悼念拍拖多年的女友，她不止详细讲述两个人求学时的点滴，也都大赞对方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肯去支持她，更说在任何年月任何空间宇宙，你都是我最想娶的人。我的老婆，你去哪里我都陪你，请你都陪住我。再见老婆，迟些见。并以老公作下款，阿玲暂时未有向商台申请休假处理女友的身后事。而商台方面回应我们的时候说，因为这个是阿玲的私人事，没有任何回应。